这款遥控折叠，我们首先开机，先按折叠键。当这个灯闪烁的时候，按一下喇叭键，好，它就会自动折叠。你看，它是这样子弯下来以后，而且这样子弯下来呢，一个螺丝都不需要转啊。我们在打开的时候，按一下展开键，当这个灯跳到中间的时候，再按一下喇叭键，它会自动张开。然后你这样子这是在控制器上操作它的折叠和张开的功能。